有点急，越有点生气，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默契感觉像是一个谜。最后这首歌为大家带来的是我在25、26年以前写的一首歌吧，曲名叫做《大约在冬季》，送给所有的朋友，希望你们还记得这首歌曲，谢谢。会唱跟我一块唱啊，上面的朋友。我将离开，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未来日子，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生，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会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马上您将欣赏到中国榨菜属涪陵，涪陵榨菜属乌江。吃正宗榨菜当然选乌江，乌江牌涪陵榨菜连续五年全国销量领先。一提到涪陵榨菜，海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说，不知是涪陵制造了榨菜，还是榨菜成就了涪陵。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遍野叠翠的青菜头预示着一年的榨菜丰收。当我们走进榨菜生产车间，空气中弥漫着榨菜的醇香。现代化的生产流程和传统的技术工艺演绎了百年涪陵榨菜的变迁。但是你知道吗？榨菜并不是涪陵的唯一，这里自古就盛产鲜蔬莓果。杨贵妃口中的荔枝，两百年驰名的胭脂萝卜，都出自这片神奇的土地。刚才片中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不知是涪陵制造了榨菜，还是榨菜成就了涪陵。既然说到这个榨菜啊，我觉得我也是挺有发言权的。你看平时我们家的这个冰箱里啊，永远都少不了这道非常好吃的开胃的小菜。早晨，那我得考你一个问题了。什么？你这么会吃榨菜，嗯，那你知道榨菜是怎么做出来的吗？来涪陵当然要知道这个问题了，不过我不回答你，我要请上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有请张铁林老师。哎，皇上您这边请。拿着大包小裹过来，皇上给大家送菜来了。皇上吉祥。来来，皇上到中间来。哟，您看您来就来吧，还把宫里的什么宝贝给我们带来呀？这是什么？来，我们揭开盖子看。哇，我拿一个行吗？大家认识吗？认什么呀？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后头架子上挂的都是这个菜头。每年差不多到春天的时候，菜农们就把这个新鲜的菜头采集下来，挂在沿江两岸，让自然的山风和江风把它们自然的风干，变成了榨菜再加工的这个材料。嗯嗯。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每天吃的榨菜，每一袋榨菜里边都凝聚着做菜人的辛苦啊，让我们在这谢谢他们。红色吧。
乡，小河水流淌，黑土地里养育着咱那勤劳的爹娘。平凡的模样，可咱的嗓子亮，模仿陕北的民歌，还有神秘的刀郎。我叫小沈阳，艺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我叫小沈阳，眼睛小却有光芒，这是为什么呢？你开启我的理想。我叫小沈阳，艺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我叫小沈阳，眼睛小却有光芒，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开启我的理想。淡淡的那个开花哟，红个鲜艳个艳，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飘远。谢谢大家，感谢。啊，哦，听到了，很好，真热情。第一次来到美丽的涪陵为大家演出，跟随中华情栏目，心里感到非常的激动。啊，这里的啊，等会儿的行吗？等会儿啊。09年已经过去了，但是09年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收获的一个年头，这些收获离不开我的师父赵本山先生，也离不开所有的观众对小沈阳的支持与包容。而且09年还与咱们国际导演张艺谋老师导演拍了一部电影，叫《三枪拍案惊奇》。接下来我就把电影的主题歌带给你们，我这个传说带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掌声呐喊声，有请我的师父赵本山先生闪亮登场。福临的朋友们晚上好。跟大家说一下，本来这次来呢演出没有我，这个谢谢，别人是应邀参加的，我是应邀参加的啊。给大家唱一首主题歌，乡村爱情的主题歌，咱们屯里的人希望喜欢，谢谢。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你看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回想起那是刻骨的根儿。兴趣啊，我领你认识认识，哎，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啊。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回想起来那是特别的哏儿。兴趣啊，我领你认识认识，哎，认识认识我满屯里的人。这个我呀，好行，我也爱你们啊。这个给大家清唱一首好不好？谢谢。唱一首，我不知道前面谁唱没唱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吧，有人唱吗？好，有人唱我也唱，没事，我唱跟他声音不一样是不？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谢谢。马上您将欣赏到
到过涪陵的人都说，涪陵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1972年，古书中记载的八国先王陵墓在涪陵小田溪出土。透过历史，我们看到八人不甘人后的执着精神。正是由于这股子实干劲儿，自古就在涪陵生根发芽，才有了如今这颗璀璨的三峡明珠。20世纪末，涪陵经济的腾飞，形成了各级政府、经济学家和新闻媒体关注和研究的涪陵现象。进入新世纪，涪陵的工业经济突飞猛进，太极集团等七家企业的成功上市，带动了一股投资涪陵的热潮。三峡库区经济中心的宏伟壮志近在眼前。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在
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那些温暖贴个肩膀，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是创造奇迹的地方，而创造奇迹的正是咱们涪陵人。哎，说到这个涪陵人啊，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知道当地的人们会把这个勤劳实干的涪陵人呢比作是一种动物，就是咱们的什么呀，涪陵水牛，对不对？我知道这个涪陵水牛啊是咱们中华四大名水牛之一，而且啊它早已经成为了乌江流域人们心目当中的偶像和英雄。哎，这又是为什么呢？涪陵水牛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他们与世世代代的涪陵人一起耕耘着这方水土，同时也耕耘出了榨菜之乡的美好前景。涪陵榨菜连续五年全国销量领先。韩国已将天安号事件调查结果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国际水准的视听感受，韩信故里，飘母深情。这里是东方母爱的源头，这里更延续华夏民族感恩之情。宋祖英、费翔、刘和刚、
谭晶、萧亚轩、阿牛、信乐团、屠洪刚、斯琴格日乐、维维，两岸三地巨星齐聚淮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邀您同享温情，走进爱心淮阴。水一战，掏出英雄浑身胆，百万十万四面楚歌，各种奇谋对手喊，气势雷目，千金一番，男儿有泪尽情叹。中原逐鹿，名在史册成典范，给了我们生命，把我们从黑暗引向了光明。母亲像绚烂的火花，深情地渲染着我们的天空。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各位淮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一来到现场，我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强烈的热情。是的，而且我觉得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男士都特别有大将军之风。嗯，是的。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鲁健，你们好吗？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燕，你们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在母爱的召唤下来到了千年古县韩信故里淮阴，为大家带来中华情爱心淮阴大型文艺晚会。2010中国淮阴东方母爱文化节呢，是由中华妇女联合会作为指导单位，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是的，哎，鲁健，你看从地理范围上来看，我们的淮阴呢是地处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交汇处，在古代的时候呢，这里是漕运的重要枢纽，同时还是水利重镇。在2009年的12月，这里更被认定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
我想这更加彰显了我们淮阴的历史悠久和深邃。两斤蒜头两块一，马铃薯卖块七，再给我花椒和小龙虾，我的孩子很爱吃麻辣小龙虾。一二三四五六七，炸出油烟里，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欢迎的朋友，这首歌可以不可以跟我一起唱？可不可以？听不到，可不可以？北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走我乐开怀。我很矮，可是他很温柔。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真奇怪，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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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你们好！把一首《打个电话给妈妈》献给你们，祝愿天下的妈妈永远幸福安康。哭的时候喊妈妈，笑的时候喊妈妈，在外。养我血脉相连，最疼我的是妈妈，最想我的是妈妈，妈妈操持着柴米油盐，妈妈唱透了苦辣酸。
电话给妈妈，打个电话给妈妈。你是否还在身边看着我？我思念的母亲，哦，妈妈的妈妈的，这一个柔美的夜，是你一直是这样，充满谎言和血迹，你应该早点看。告诉我，应该早点告诉我。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清醒，流着眼泪，我都能感觉到你。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流着眼泪，我都能感觉到你。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流着眼泪，我都能感觉到你。我思念的母亲，请您欣赏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十大杰出母亲，她们坚强，背负着生活、工作、家庭责任的同时，还背负着照顾病重儿女的重担。她们博大，帮助毫无血缘关系的困难群众走出生活困境，圆了求学梦、家庭梦。他们执着，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梦想和追求，只为了山里的孩子们学得更多、走得更远、飞得更高。他们将小爱升华为大爱，创办网站，开办学校，为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为更多渴望幸福的家庭寻求希望。她们是当今中国最美丽的女人，她们是当今中国最感人的女人，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母亲。在这个充满浓浓母爱的舞台上，我们特地请来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三届中国十大杰出母亲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请上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主持，掌声有请方清卓。方大姐你好。你好你好，谢谢你。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把现场交给您了。谢谢小燕子。好，再见。谢谢你，再见。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下面让我来介绍两位优秀的母亲，刘霞、易解放，掌声。创作的一首新歌，非常的好听，我也非常的喜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喜欢这首歌，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见到你们，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的一首歌是一首旋律，谢谢你们，也是大家都听过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过，歌名叫《送你一朵东方茉莉》。好，谢谢大家。好，东方的茉莉温柔美丽，芬芳的气质请您欣赏，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韩信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韩信点兵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而他正是淮阴人。史记记载，韩信少年时生活困苦，在淮水之滨垂钓，饱受饥饿，而有位仁慈的漂母一连数十日分食于他，不图回报。漂母死后，哀痛的韩信令十万大军每人都一兜土，堆积而成一座漂母墓。这正是一座东方母爱的金字塔，一座感恩之塔。千百年来，漂母的爱心涤荡着淮阴人的心灵，绵绵母爱灌溉了这片美丽的土地。
的手掌捧出温暖的西洲，无私的馈赠陆路机场，化作热血一般的生命之江。一碗热热的西粥，让金摇玉转都失去了重量。你从慈母的胸膛吐出励志的箴言，吴江的大爱抚慰创伤，化作阳光把迷惘的心照亮。一个春风般的叮嘱，让少年的梦想飞翔。一饭千金，让一个民族感恩千年，久久回响。淮水长长，青草茫茫，神州大地春晖荡漾。往事越千年，慈祥的漂母，今天你在哪里？也许你已化身为一位母亲，也许就是我的母亲。母亲不骄傲的长相，母爱崇高伟大，无比坚强。母爱是阳光，温暖我，照亮我，引导我。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漂母，你就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漂母，你就是辛勤的脚步四处奔忙。你温暖千秋，无所不在，你就在身边照亮四方。我们有爱，也会变成你的模样。我们有爱，也会变成你的模样。
笑容化为沉默，秋天的心事和独自体会，秋天的我想飞。冷风吹过，枫叶飘落，我还在这留恋什么？秋天的心事和独自体会，秋天的我想飞。当年呢，听过很多韩信的故事，听到一饭千金的这个故事，对，总觉得那是一段非常遥远的历史佳话。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呢，我就来到了淮阴，站到淮阴的这个土地上，是的，马上的脑海里面呢就浮现起，想当年韩大将军命令手下的军士们，每人手里一捧土，然后堆起了飘母墓，堆起这座东方的金字塔。对，那是何等壮阔的气魄，而且我想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感人肺腑的场面。那么今天在母爱之光的指引下，世界各地的人都相聚在淮阴，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感召之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也必将会把中国十大杰出母亲的推荐宣传活动继续的搞下去，让母爱之光继续发扬。那么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之后，淮阴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家园打扮的
得越来越漂亮，还把淮阴打造成为了令人向往的鱼米之乡，飞速发展的工业新城。没错，淮阴正在以吴江的大爱谱写着自己全新的画卷。接下来请您欣赏，这是一片充满活力的土地，置身于中国南北交汇处的淮阴，既有南方的妩媚柔美，又有北方的刚毅雄浑。淮阴曾因水而兴，也曾因水成患。淮河得到彻底根治后，淮阴儿女燕子衔泥般的建设家园，被水浸透的土地建成了令人向往的鱼米之乡和飞速发展的工业新城。100万亩耕地，40万亩水面，成就了农业强区的梦想。充沛的水源、土地、电力、劳动力，驱动了工业强区之梦。而水陆空铁并举、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更让新世纪的淮阴大路通天，高歌前行。让我们用我们手里的武器，共同祝愿淮阴的明天越来越好。这是一片啊古老的土地，山山淮水哺育勤劳的儿女，一番前进啊演绎大爱无遗，千年古县祭奠历史的风15号，刚刚结婚，刚娶了我自己的爱人。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我的爱人湛阳女士和我一起来给大家唱一首我们俩特意为我们结婚创作的一首歌，叫做《一生相随》，好吗？同时也把这首歌献给今天县长和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祝愿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一双眼，两行泪，化落心碎。一生情，两颗心，今生无悔。